Audio Jungle.大家好，又是我 Poly 啊！今天我出现在荃湾啦，见到我的出现咧，就梗系带大家去吃好嘢噶啦。今天我以一身好仙气的打扮，因为我阵间要带大家去的餐厅是非常之梦幻的，因为咧佢哋系必定要去打卡的超级游戏 cafe 啊。以我所知，佢哋嘅 high tea 是非常之出名同埋高质噶。嗱，事不宜迟，即刻带大家去试一下先。这间餐厅在全新天地新开张，以超治愈的深系园林风格的日式咖啡店 Sensu Coffee， 不单只有各式的日式、西式的轻食，他们的招牌打卡下午茶更加是可以试尽14款咸点和甜点的套餐，想满足美女的同时又想超住地打卡，这间咖啡你就一定不可以放过了。哇，大家看看，其实这间餐厅主要用蓝调色和素淡的浅木色为主的，它这里就有一些蓝色的波波点缀，好像萤火虫般，无论你在这里用餐或者打卡都非常一流的。哇，好吸引啊！嗱，见到咁精致嘅下午茶套餐咧，就系呢个绿野仙踪啊！大家咧就可以睇得出，主厨同埋甜品师团队咧嘥咗几多心机同时间去制成啦。咁佢哋咧就融合咗日本同埋西方嘅八个餐点文化而组成嘅。嗱，唔讲咁多，即刻试下先。嗱，我第一款要介绍俾大家嘅咧，呢一款必食嘅就系香芋云卷啦。嗯，好好味啊！嗱，净系咧。睇佢個外形咧，粉藍色咧，其實已經好 QQ 喎。我相信大部分女仔會同我一樣咧，都好中意啦。食落去嘅時候咧，佢個口感咧係好鬆軟啦。我其實有一個感覺咧，就覺得自己好似食緊棉花糖咁啊。佢係棉花糖咧嘅質地啦，食落去咧又唔會好流喎。嗱，大家可以望清楚咧，其實佢入邊咧有好多細細粒嘅芋頭粒肉啦，加埋呢啲忌廉咧，個口感咧係雙重噶，好吸引啊，好好食啊。嗯，哇！呢一款 brownie 朱古力非常之濃郁噶，又唔會太過甜喎，入口好滑啦，又唔會好乾身啦。我本身咧就好中意食朱古力甜品嘅，嗰陣香味咧會一路留住喺我個口入邊啊！我只可以話 I like it。啱啱咧就食完正餐啦，咁梗系要饮翻杯噶啦。呢一杯咧就系 Matchery Garden 啦，就系由我哋嘅调酒师团队啦精心设计出嚟嘅欧洲烟系列嘅 Matchery Garden 嚟嘅。嗱，等我试下先啊。嗯，哇，饮落去咧嗰个感觉咧就好清新啊。咁原来调酒师同我哋讲咧，因为佢入边咧系加咗芹菜同埋苹果汁啦，饮落去嘅时候咧，你会 feel 到唔同嘅层次嘅感觉咯。嗯，好特別啊！中意無酒精飲品嘅朋友咧，都唔需要太擔心嘅，因為我哋嘅調酒師咧非常之細心啦，顧及大家嘅感受，所以咧佢就設計咗呢一杯 Marble Forest 出嚟啦。咁呢一杯係無酒精嘅，嗱，淨係望佢嘅外觀咧都非常之靚啊！嗱，大家可以見到一層層咧嘅橙紅色啦。嗱，我依家試下先啊！哇，好清新啊！我飲落去咧，你會淡淡嘅蜜桃果香味啦，仲有 feel 到少少。淡淡的椰子香味咯，個感覺都幾特別嘅喎。同埋咧，我有問過調酒師啦，咁佢入邊咧就加咗番茄同埋紅菜頭，哇，好健康啊，一啲都唔酸噶嗰個感覺。想同一樣有咁精緻嘅美食體驗，依家就有呢個機會啦。